由高雄市新闻局监制的2018全新一季玩客疯高雄节目，将于每周日上午11点在高雄市有线电视 Channel 3公用频道闪亮登场。新一季的主持阵容坚强，包括客家一哥小钟、师奶主厨李毅、台湾女婿吴凤，将带领观众处处吃惊奇，玩出精彩新花样。探索秘境，大啖美食。2018最新一季《玩客疯高雄》将在高雄市有线电视公用频道 CH3 正式开播。迈入第6年的《玩客疯高雄》节目，全新一季主持阵容十分强大，包含客家一哥小钟、师奶主厨李毅、人气偶像赖东贤、尾鱼艾美等。记者会上更是邀请人气超旺的台湾女婿吴凤以及赖东贤一同品尝节目当中的私藏美食。我们在记者会里面介绍给大家的是芒果的便当，那个很好吃，非常的美味。其他的部分是高雄，其实每年我已经来台湾12年了，每年有很多的进步，有很多的那种变化。尤其是今天我特别带我女儿，可以让她感受到高雄人的热情跟一些台湾的好天气。所以呢，我觉得是，我在迫不及待，继续在探险高雄的很多的美食跟风景。高雄给我一个很特别的情怀，就是说我的第一趟是在高雄，然后其实我第一次主持，我是蛮提心吊胆的，我也有点很多不安定的因素，会有点不确定的感觉。但是我觉得高雄人给我的反应，还有他的热情，奠定了我在往后的一些外景的主持上面有很大的自信心，所以我在这边还要谢谢一下高雄的人。节目中还有更多 CP 值超高的美食，具有探险性质的高雄秘境，都将借由主持群活泼互动体验的方式来介绍，再加上设计旁白及达人带路，带领观众重新认识高雄。不管在节目中，不管是属于高雄都会的特殊风情，或者是我们农村非常具有特色的在地的一些节目的介绍，都非常非常的精彩。那透过达人带路，或者是跟大家互动体验的方式，整个节目都非常非常的精彩，从头到尾绝对没有冷场。记者会上，许多粉丝也不畏艳阳，一早就到现场卡位，一睹主持群风采。新闻局也安排主持人跟民众互动，透过游戏问答赠送小礼品，同时邀请民众每周日上午11点准时收看 CH3 公用频道，一起探索更多高雄在地的惊喜。港都新闻综合报道。